你来揭晓一下今天的任务是什么？今天任务是要去客串泡蛙虾。而且你知道，你今天拍的晚上就看得到了。我知道，我吓死了，还没有太快了，真是超级干呢。专刚来向小姐姐力学习，真的很不错，太对。啊，我的更难。太多。刚刚那个才是太多。这是你人生难得的体验。而且我都看到那个，我在电视上看到布景出现在我的眼里，好厉害啊！你没有发现超多灯的吗？然后很多，对，然后我才发现，哎、欸，一格一格，就是说那个可能是他的家，然后隔壁就是另一个人的家。你想想，我里面都是这样，再做没人跟我站，报警，我告你的父亲。每周二下午4点 ，Hello， 我是格格，我们线上见。